不得不说，小新真是欧皇附体，连吃个霸王餐都能拯救一家即将倒闭的便当店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。我们呢，突然需要100人份的便当应急啊！100人份呢？这天中午，小新从外面回来，发现美牙还在闲闲的躺着，连午饭都还没做。美牙由于身体太累，实在懒得动，于是就拿钱给小新自己出去买2盒便当回来。另一边，新开不久的便当店老板正在发愁，已经开店1个星期了，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，说着就有点想要放弃。当他正发牢骚的时候，小新就开门走了进来，夫妻俩顿时无比激动，可不料这小子只是来问路的而已。请问这附近有卖便当的吗？我记得车站前面有家店，还不啊？我们这里就是卖便当的。此时小新突然想起，这里之前是卖丸子的，不过很快就倒闭了，后来卖起章鱼烧也倒闭了，不过在那之前的奶油煎饼店、10元商店还有录影带出租店都通通倒闭了，只有一开始卖烤鱼饼的生意还不错。自从搬了以后就做什么倒什么了。是吗？看来这个地点真的选错了。这时小新问起他们和车站前的便当谁更好吃，老板娘赶忙回答，当然是他们自己的好吃。接着得知便当是老板娘做的，小新顿时来了胃口，可点餐的时候却发现没有自己想要的火车便当。小新觉得这里货色不齐全，扭头准备离去之时，老板赶忙叫住并拿出自己的菜单，还向小新推荐他们的招牌肉丸便当，因为他太太做的肉丸非常好吃。你也真是的。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啊。老板，不要看我小，我可是很忙的哦。对不起啊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小新提议先是吃一下再购买也不迟，可吃了一块后，这家伙却觉得太小，味道吃不出来，于是提出再要块大的，还要求淋上蚝油。如果这点服务都不做的话，是没办法在这个不景气里生存的。这样实在没办法，为了开店的第一单，老板只好乖乖照办。不过没想到这小子又来时，觉得就这样只吃肉的话有点怪怪的。我可以试吃一点饭吗？这次要淋味增。可等小新吃完后，不料这小子却说自己已经吃饱了，所以只需给美牙买了一份海苔便当就可以了。老板硬生生被这小子给上了一课，好不容易来了一个顾客，没想到居然是来一位吃霸王餐的，夫妻俩备受打击。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位顾客，说着就急需100份便当，而且明天就要。夫妻两人顿时瞪大双眼，当即就答应了下来，解决了难题，顾客也当场松了口气。原来是刚才在路上小新叫他来这里的。你正在找卖便当的吗？前面有一家的便当很不错哦，我推荐你去那里。而且小新还给他推荐了肉丸便当。是那个孩子。不过这家真的很好吃。因为妈妈对海苔便当最挑了。